我们做律师的，想要扬名立万无可厚非，但凡事都有一条底线，没有随便取材。你认为我想要利用刘姐的案子让自己成名？刚收到消息，你母亲在家中药自杀，目前在急救中。我要出去。当我数到十以后，你就会出现在车祸现场。他当然人就在现场。 原创强档逆行者，每逢星期四晚上9:30，八度空间视觉真相播出。